技术学院今天下午也举办了岁末祝福，有超过1500位师生，还有慈义会的志工，大家一起来参与。另外，来到台湾进行交流的马来西亚慈少，这次也和学生一起来演绎金藏。整齐的动作展现人文与道气，慈济技术学院岁末祝福学生演绎《无量易经》，深入经典也发心改变习气。平常就是讲话，就是有时候就会突然恶口相向，对，他就是希望自己以后就是不会那么容易就生气，然后也恶口相向。把握来台交流的机会，35位来自马来西亚慈济人文学校的高中生也一同入金藏传递善法。所有那种入金藏的菩萨都很庄严啊，然后大家都很珍惜，大家一起那样庄严，这样就给很多人很好美好的印象，那种一种很好的回忆。这样，超过1500位师生和慈义会爸妈怀抱着感恩心参与庄严的典礼，学生们也期许自己效法慈济精神。我觉得慈济的精神就是他很愿意为大众所付出，然后无所求。然后就是让我觉得很感动，因为我是读护理背景的，所以也很希望之后在医院也可以就是为病人有所付出。从金舍法师手中接下福慧红包，感受到满满的祝福，学生知足惜福，也汇聚善念，希望能尽自己的心力帮助更多人。大爱新闻江信兴翁国家花莲报道。